咒。不仅说自己不仅是女人，还拖全家下水，做什么爱情做诅咒？你们闭嘴！你们这些记者不要胡说八道。他也没否认啊。我们是在问他，又不是在问你。对呀、啊，你又不是金像男。我就是金像男。怎么这么做、啊、一定是想帮金家隐藏什么事，这背后一定有更多的秘密。你拍什么？不准拍，不准拍，给我们一点秘密，不准拍。他想咬人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他破坏，他非礼我。没有，是误会，不是这样的，都是误会，不要再拍了。我们继续拍，是误会，不要拍了。哎呀，不准拍了。完了，金向南，我这次给你害死了。喂？哈？代言取消？等等，我马上找他跟你们解释。我是金向南，我家的事跟韩帅无关。哈？全都是误会，是误会。喂？起来，快起来！回电跟他们说清楚，我不能失去代言，我没的医药费就靠他们了。起来，起来、啊！楠楠，你去回复他们啊。是啊，这个代言很重要的。金向南，你别忘了，你有义务要帮我完成密探的责任，因为你鲁莽，害我失去代言，你一定要负责。你们两个不要为了金钱的事情而不开心。你妹妹的医药费我们会帮你想办法，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，我们是一家人。谁是一家人？要不是你们，我现在就不用那么惨了。还要求他替我代言，现在变成不男不女，还要跟你们这群怪物住在一起。干嘛这样对我父母说话？你自己多嘴，跟记者爆料我们家的秘密，害得大家不得安宁。他们有怪过你吗？还要反过来安慰你。所以你就报复我，让我丢了代言，你是故意的。故意？好啊。你说我故意，那就随便你。代言丢了，活该。反正我也不想帮你装模作样，应酬那些商家。